千万不要讲这件事情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演高中生。他大概留级了17年，他成绩不好哎。阿本小勋暌违17年，合体唱甜甜圈，粉丝暴动，勾无限回忆杀。金曲歌后的蔡家珍和小勋25号举办音乐会，但全场最惊喜是这一趴。和小勋合演偶像剧《十八禁不禁》的阿本，竟然惊喜现身合唱主题曲《甜甜圈》。还是没有变呢，对呀，还是像那么瘦。那你才是18年，不要讲年龄了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讲这件事情。我们永远在他们心中是18岁。对，好，我们继续演高中生。那大概留级了17年，他成绩不好哎，很烦。阿杰跟乔乔 CP 暌违17年再合体，引起粉丝暴动，也勾起大家无限回忆杀。说真的，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从青蛙变成王子。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小勋透过 IG 感性发文。阿本也发文写下感谢。期待阿本小勋未来还有机会再合作啦。习惯两个人。